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赵月，今仔日是七月五号，欢迎来看今仔日的方言报道。首先，咱来看台湾方面的消息。中共中央代办国务院代办主任张志军二号在上海会见，来出席2013年上海台北城市论坛的台北市长郝龙斌的行。张志军对郝龙斌交台北市各界人士为推动两岸交流合作所做出的积极努力表示贺乐。伊说，希望两岸更加多的城市开展友好交流，加深互相了解，拓展互利合作，更加多的造福两岸民众，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开辟更加美好的前景。郝龙斌表示，两岸城市交流有利于互相接近，共同发展。根据台湾东森电信台网站的报道，台北市长郝龙斌二号是率团到上海参加双城论坛，随行人员包括台北市府经发会副召集人连胜文。因为连胜文被点名将是下一届台北市长候选人之一，所以这摆随团出访啊，也是引起了外界真侪联想。因为外民团连胜文将会竞选下一届台北市长，这摆又阁交郝龙斌呢做一下到上海参加城市论坛，特别引起外界关注。对此呢，郝龙斌日前受访的时阵回应，这摆论坛交商业发展相关，再邀请连胜文做一起，那希望外界唔茫加较做联想。台北上海城市论坛自2010年起举办到这站时第四年，郝龙斌将在二号至五号率市府团队及市议员到上海市参加第四届双城论坛。这摆论坛将会通过主题演讲、参访等形式交流，并签署四项合作备忘录，并参观几个重要的产业园区，交流的面向可以说是历届最大。七月二号，林美雄行青春中华全国大连2013年台北青年崔南夏令营开业仪式在北京的友谊宾馆举行。一村100多个来自岛内海外台北青年组的黑大楼共同拉开了这届夏令营活动的帷幕。全国大连董总书记刘国勇是首尔夏令营总赢旗。北京总营结束了，营员们将到全国27个省市自治区继续游览交流。据介绍，今年是台北青年崔南夏令营举办第十年，从2004年头一摆举办以来，累计有13000多人次是来大陆参访交流，有力的推进了两岸交流的深入开展。夏令营已经成为连接更加多台湾青年朋友的桥梁。新闻广角为您打开一扇资讯的大门，泉州的大事小情听我一一道来。新闻热线223-0，有事您说话。温暖泉州，我们共同维系。有想法，有观点，您的声音这里来放送。新闻广角关注民生，服务社会，每晚8点，真诚守候。来关注南区的消息。顶礼拜，在台商投资区张板镇的海边，是连续发生了两起溺水事件，共有5个人不幸身亡。你敢那这个海洋做集中的发生溺水事件，当地有啥物款的预防交应急的办法呢？6月28号安波4:30，台商投资区首港中学4个学生做一到张板镇全建村的海边佚佗。听说有人溺水，其中两个学生落水去救人，3个人解脱，吊水滚去，不幸遇难。这个一号安波4:00在张板镇浦山村海边一对男女在海边咧佚佗水的时阵啊，去滚去，相关边交当地群众赶紧从海里拖出来的时阵，另2个人已经无生命迹象了。
隔三日的时间，两起积水，五个人死亡。台商投资区中华店这片海域，竟然成为积水事故的多发区呢？记者来到中华店浦山村海边的时阵，游泳爱好者林先则随时将海浪游起来。水就海水也涉也涉啦，就是海水是较袂咸，青沙湾水大些咸啊。海水袂歹，较清气。对于这道的连续发生的积水事件，从水汉的晋江海边大汉的林先呢，伊无那么大。伊讲袂以为唔知会惊，有提醒摆啊，像对台来游泳的跩较好嘞。哦，固定是安尼。有些安全物件咯，到到遇偌深的时阵咯。水情复杂，深浅无常，只是中盘这道的海域的运换。这道的海上是半个湾北接青山湾，在洋流的作用的下，特调是做海水会从青山湾冲入去半个湾的，导致水过也多。因为这个海域，它那个有一个深沟啊，就是说可以大家可以看见，就是它下面深沟的位置，海浪冲过来的时候，它是有漩涡的，就比较危险。如果游客不熟悉水性，或者不懂得当地潮汐的话，游泳是非常危险的。这搭的近海深高有几多点？除了当地渔民外，也只有人知影倒落有礁石，倒落有石楼。那连续的积水事件发生了，当地消防派出所马上通知海洋沿线六个乡里，凡是当地村民说存在危险不应落水的所在，乡里就得对这个海洋进行清查，并按沿海大通道通往这片沙滩的通道用钻石切起来。我们每天都会有备勤民警在海岸线巡查。携带那个游泳圈，然后救生设备什么都有在警车上面，每天下午都有在海岸线上巡查这样子。特别是那个周末的时候，因为游客海边游客是非常多的。当年半个湾并不是所有海洋都不用的游泳的，对于这一块安全的区域，边防派出所交海边各乡里皆无按通道方式立刷落来。台商投资区会统一做一批警示牌刻在海边，尤其是危险的重点部位，希望放提醒游客避免溺水事件的发生。美国金融时报报道说，美国监督机构说，毕斯克罗含有四杠甲基米唑，是一种叫奇齿动物，这个肺癌肿瘤有关系化学物质。那毕斯克罗说啊，已经在加州改变配方，到2014年二月时阵，其他州也将完成改变。另外呢，啊，已经开始在全球范围内面是改饮料配方。美国监督机构表示，应该督促毕斯克罗公司赶紧采取行动，提供更加安全的产品。再来看一条。近日，南华市卫生局、林口计生局、公安局、交药监局等单位是联合行动，伫水头迄搭落处理12个恶性数。当日，行动小组分作四路，对水头顶区、盘岭、大雅山区域展开行动，在恶性数造坑的巷仔内面，卫生环境也差。就要说这家诊所没有证件吗？不知道。反正哪里治得好就在哪里走咯，哪里很快的就在往哪里走咯。可是你们觉得他卫生环境很差吗？医疗环境很差，不怕孩子感染吗？有没有想过这些问题啊？没。坑在大雅三千六号这栋民房二楼的乌诊所，还佫推人引山接新囡仔。执法人员发现两个新生儿，一个产妇交一个等要生囡仔的孕妇，皆是来自外地。啊，这里收了1000块。哦，那你是什么时候来？然后什么时候生的小孩？我早上5点过来的，7、8点钟生。嗯，那我问一下，就来的时候有没有给你做什么样的检查？没有。什么检查都没有 ，B 超那些也没有。没有，我来一会儿就生了，在家里就是。那过来有没有帮你量血压什么那些？量了。量了哈。那就是到现在，就是医生有没有给你什么开什么药啊什么那些？没有，就输了一瓶消炎药，他就没看见他了。在现场的时阵，执法人员那个查到两个因海岛医院勘验的出生证明，经过初步的辨认，这两个出生证明涉嫌作假。嗯，
迄个毋是孤单，咱家说真甲病情迄个，但是头先有看到迄个游海龙个签名字，毋是游海龙个字，就是某人医生个人名。啊，是某人医生个人名。执法人员调查处境了，这个乌诊所内面的产妇交两个新生儿隔壁送到海岛医院免费疗养，而这个乌诊所的负责人已经遭了有关部门立案追查。南麻市公安卫生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是为了确保大人交囡仔生命安全，市民最好是选择公立医院生产。这摆行动将取缔非法的行医场所十二家，捣毁非法的医疗广告百遍五十几块，查封没收医疗药箱是二十几箱，被抄设备一台。若是拄到非法的行医，市民可以拍南麻市警治两会的举报电话0595-8639-9802。这几天啊，中心市区电动车挂牌是真烈吼，那亲像最近的气温迄款哩，直直升高。有一个市民啊，为了方领到这个保牌号，竟然是半暝就去登记点去排队。电动脚踏车挂牌，老公四点起来排队，全面已经有二十八个人了，换我来接班了。这是网友如玉之涵半暝五点五十分发的微博。相片拍摄于红蝶派出所，等领号的队伍从门口排到路顶，群众的阶段椅啊，有一个阿伯甚至更一个倒椅，挂一个牌怎啊弄啊做，紧张半暝来排队呢。记者来到红蝶派出所，昨日早起九点外钟，一台的士也去未歹，车主问说，手续在社区粗心过了，办牌一般是无成问题的，比较麻烦的是排队领号。市民杨女士昨日早起八点过来，就跟讲说号已经领退了，所以伊昨日天没光就过来了。现在四点十几分来排了，来排了第几号？第38号。哦，你知道最早几点来排的吗？我听一个阿婆她说，有一个前面有一个两点的。派出所方面介绍，目前所内每年是放120个号左右，一是受到场地限制，无法让容纳搁较侪电动车同时挂牌；第二是人手交设备有限，所内只有两台电脑是连接公安来网进行信息录入。那这只电动车挂牌就需要经过签单、照相、拓印车架号、登记信息、交费、发放牌证等等几落道的程序，第紧也着十几分钟。那是按照八小时的工作时间来。计算两台电脑一日底最晚办96张牌，而且现在是办证初期啊，我们这一队人马都是刚刚组织起来的。那经过以后，我们磨练熟练的程度增加以后，我们的换牌量还会再逐渐的增加。另外，这两年还有一个市民是赶紧去买合票车来挂牌，其实也不免呢。那个合标车，它是办理上牌是没有时间限定的，所以你可以不用赶在这个办牌的高峰期来跟人家排队，你们把合标车放到后面，延长一段时间再来办理。警方提醒市民唔忙急，个人是伫每个社区设定的时间内面无办着牌，十月份啊个老半个月的时间补办，那大家人唔忙太着急咯。昨日7月3号，咱市21个登记点已经办电动车挂牌是6758家，办牌的数量逐日都伫咧增加。顶个月的时阵，阮的节目是报道了福厦高铁泉州站电梯无法通用枪代志，那已经半个月过去了。对于高铁泉州站的投诉愈来愈多，比如这个叫做“魂梦海魄”的网友，伊就伫微博顶面怨叹说，泉州动车站2-3个月来电梯无法通用免说，做了大概天时啊，竟然空调也无开。相比外面的日头，高铁泉州站的等车大厅还是较秋凊的，说明中央空调应该无问题。而伫大厅几落只洗手柜内面免费的热水供应设备，上款是正常运转，即等车的乘客甲水杯交方便面来倒水。车站的负责人表示，车站建成了一直免费是向乘客提供烧水的。热浪到了，空调也是正常使用的。那投诉的乘客可能是正好去拄着设备在检修，临时停用。不过有将设备已经是停久了，那就是停了。然后行李也挺重的。
这种车站应该开电梯吗？对，是应该开。我上次回来的时候，这个电梯也是没有开的，已经好长时间了。这个应该正常情况下应该要开着才好。要开着。对，不然赶时间的话肯定来不及。单车大厅一楼到二楼之间的楼梯56级，那对于扛啊大包小包的乘客来说，确实是更加辛苦。重很重，为什么不开电梯呢？怕资源浪费吗？哦，是这样的。啊，你既然有设这个电梯的话，你应该方便一下。要不那个残疾人士那个快，我是不知道啦，有没有不方便的人扛那么重了？电梯无用已经三个几月，而之前对记者的采访，车站负责人也无办法，因为福厦高铁是属于南昌铁路局管理，而站内电动扶梯的维保合同也是南昌铁路局交维保单位三菱电梯福建分公司统一签订的。今年四月之前，三菱方面有人来泉州驻点，每半个月都有人来进行维保。而在四月份，高铁泉州站接到三菱方面的通知，将停止站内所有扶梯的维保工作。电动扶梯是特种设备，两个规格无经过正常的维保，无法能保证安全。动车站也是决定先将伊停起来。除了高铁泉州站外，高铁晋江站的电动扶梯也因为维保单位终止工作而停用已经两个月。为了乘客方便交站内工作的顺利进行，泉州站交晋江站几落摆向上级单位南昌铁路局做汇报，希望南昌铁路局尽紧的确定新的维保单位。此间期间，泉州动车站每日进出旅客30000多人次，阻断一个车站电梯居然三个月无动静。大家嘅感慨说，即铁路段虽然是被铁塞了，唔过啊，即个办事效率也阁是缓慢。即晋江地堆层零地路交泉南路嘅路口所在，阿无百米嘅所在就出现两个大窟，土埔乡嘅居民交车辆嘅造成真侪不方便。昨暝七点左右，记者来到林地路路口，伫距离路口阿无百米嘅所在，记者看到即两个大窟。两个大块距离大概是50米，每个块深约32米，宽是52米，长约5米，那亲像两条大型的减速带横穿路面。周边的市民反映，因为林地路的排水沟塌了，水管也无上程度的破损。那一到落雨天的时阵，林地路就会淹水，土沟的车辆交行人造成不便。这边开摩托车过去一蹦一蹦跳的，这很多人这边很危险的，知道吧？来一抓，这人家摩托车开快了嘛，一开快了不就摔跤了？这里，那明显这一个么大坑。作为电梯层的主要交通通道，林地路的车流量较大，两个大窟已经出现半年几了，车是轮来轮去，这两个窟就愈变愈大，希望相关部门尽紧的进行修补。山谷里南市完成桃花山公园绿道一期项目了后，桃花山公园又搁进行了全面的改造升级，为市民提供新的绿道游览场所。在今年5月新建成的桃花山木栈道边头，施工人员正在对景观的栅栏进行内部装修。这摆桃花山改造升级的36点景点，既有升级改造，也有新起的，各有新意。在利用生态手段的同时，助力文化休闲产业。在桃花山生态公园将为民族英雄郑成功命名的树林，目前已经种20亩的树林了。等公园建成了，有关单位交市民会用咧连贯的。而马上要种的15亩的林地啊，鼓励市民指定种植。即些连贯利用的树木呢，会叫做郑成功民族英雄林。那到时呢，郑成功民族英雄林交大坪山公园的郑成功雕塑会呼应。特别说的是公园内部。景点也进行了分区，为游客规划了6条不同的游览的山路，总长大概是8000多米，串起这36点特色景点，而且同步建设餐饮管理设施、观景平台、公厕停车场等配套设施。目前桃花山生态公园已经完成大部分升级改造工程，市民朋友会用爬去木栈道嘞，伫桃花山瞭望台就方看到泉州东海新区、洛阳江等景色。感谢收看今天的方言报道，再见。
进口热带椰果，超大果粒，冰糖熬制，很 Q 很清润。喜多多椰果王，听大海，讲永宁景点故事，黄金海岸永宁印象导游之星电视大赛正在火热报名中，泉州市旅游局主办，泉州广播电视台、石狮市永宁镇政府、中骏黄金海岸重金打造，只要你敢说敢秀，就有机会获得最高50,000元的现金大奖。导游之星等你加入，报名热线22888-29，详情请登录永宁古卫城官方网站。乐隆隆百年好合汤，营养又健康。爱就爱相亲，爱相亲，爱夫蛋糕。热烈祝贺金轮牌大米赢得中国第一名商票。农家新椰果 Q， 草莓味、雪梨味、哇，蓝莓味，古味椰果更 Q 更带劲。农家亲，你知道吗？拉肚子容易伤肠道，拉一次往往伤一次，简单止泻可不行。康恩贝牌肠炎宁五味中草药治肠炎止腹泻，现在拉肚子用康恩贝牌肠炎宁。好儿游提醒您收看20点档全市剧场，每个角度都很完美，华美精细面部整形，从细节到整体，每一面都精雕细琢，精致面容宛若天生。泉州华美整形美容，治不孕到玛丽，泉州玛丽医院专业治疗不孕不育症，快运热线22871313，22871313，泉州市田安北路305号。这里是泉州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欢迎收听到教我身体有不少，我是林浩，我是林平珊珊。夏至来年天气也热，这阵时啊，老人唔通进行这个剧烈的运动，穿的衫裤尽量着选择透气吸汗为主，保持较大松的、较时尚的。那是心脏出现明显无快活的症状啊，应该着对先生的指导下面，对平常时服用的治疗心脑血管病的药物啦，做一下适当的调整。那么在这个最贵的养生，也要多少需要我们注意啊？我们这边来看今天的节目。夏季吃淡薄清热排骨汤，生青春痘的人可以吃淡薄清热排骨汤，金银花10克，黑枯草15克，排骨250克，加清水一吹200毫升，煲一点钟就可以。但是金银花寒性会较大，长期饮会引起肺清水等等微寒的症状，所以一礼拜一摆到两摆是最好的。猪肺啊有凉风，对付热人常常看到的肺啊，可以用食了的西瓜皮切者，切到小块红就会做哩。一日切2摆到3摆，第二日就见效。或者是将新鲜的猪母菜软等于羊，再裹了肺啊面顶，每日2摆3日就好。冰西瓜茫超过3点钟。热人也侪人爱食冰西瓜，感觉说食了也直嘴大。但是西瓜本身就是寒性的，冷藏会增加伊的凉性。要是爱食浸，胃肠道等消化器官突然间受到刺激，也会出现收缩痉挛，引起胃痛。所以将冰箱内面摕出来的西瓜，最好是放在室温当中，放半点钟以后才去食。关于这个养生，咱先讲到这。再来节目中呢，中医院的张营树主任嘛，将会为咱带来足消炎、心经等的养生穴位。茫惊开，再来节目更加精彩。中医认为，肾是先天之本、生命之源，所以说养生必用肾。只有肾健康，才会为家己的健康奠定好基础。那么，热人为什么说过度吹冷气、过度食冷饮会消耗阳气呢？阳性的穴位有多一个？敬请关注本期《养生之道》。
永生并未难，中医保平安。高雄亲，又到电视跟你讲永生的时间了。电视你好，你好，各位乡亲，大家好。但是啊，消失日头屋天时是九三伏，那今晚呢正要进入这个消失，正是三伏天，天气热能够流汗，野侪人吼就惊流汗，咪在空调房内面。那就是你有讲到了，那是常常咪在空调房内面哦，会耗散阳气，对咱的身体也不利。不过哦，卫生都等。